喂，怎么回事？明白。怎么了，所长？立刻组织陈家湖和其他人转移，日本人杀进来。啊，快去！是。日本人打进来了！日本人打进来了！快点送人！快跟我走！转移的，快去！李正，关！所长，把鬼子放进来，关门打狗，一个不许上。是。所长，陈家湖怎么办？有我呢，快去！是。陈家户在哪里？啊，陈家户区四号了，就在那边，其他人都在楼上了。求求你，别杀我，求你了。杨秋，所长，所长救我！陈家湖人呢？陈家湖去四号了，日本人也去了。所长救我，救我！你是不是很疼啊？特别的疼，疼！我来送你去见惠子，如果不是因为你。惠子也不会死。林二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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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林二郎。恵子ちゃん、家父君送ってくるよ。林二郎，
林二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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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林二郎。林荣荣死得好，如果他是共党，这件事让上边知道了，你我都难辞其咎。现在好了，一了百了，我们所担心的一切都因此而烟消云散。把林荣荣按烈士上报。是。这件事干得好，干净利索，既灭了日本人，又灭了共党。这是属下的职责所在，应该的。我要给你加奖励。哦，杜先生，还有一件事情您应该知道。严少秋在这次战斗中也牺牲了。嗯，我想把他跟其他的战斗人员一块报一个因公殉职，您看呢？你决定。好。你很累啊。没想到我最信任的机要秘书居然是共党分子。共产党无孔不入。记住，死盯延安的电台，不可松懈，不可半途而废。是。杜先生，现在共党方面是不是有所异动？哼，什么事儿都没发生，也可能什么事儿都会发生。自古兵法讲究一个防字，即所谓的未雨绸缪，防患于未然。如果将来有朝一日发生变故，我们对共党的情况必须做到了如指掌。但不管怎么说，现在共党也算是抗日的一支力量了。抗日的力量，如果这支力量将来变成了造反的洪水猛兽，就不可收拾了。可是共党方面对我方也没有什么明确的敌对行动啊。等有行动就来不及了，所以我们必须做到先人一步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我们现在对外讲的是国共一家共同抗日，所以此事万不可泄露。明白。陈家湖现在破译延安密电的事儿应该不成问题了吧？我担心林荣荣的死对他刺激很大。林荣荣是向井杀的，又不是我们杀的呀。刺激归刺激，工作还是要做的，你想办法。明白。此事要是做成了，对你我来讲都是大功一件，如果做不成，你我以后的日子就都不好过了。知道吗？林荣荣跟那个敲钟的人是一样的，都是共产党。好像不是这么宣布的。
什么意思？我听说陆所长已经替林蓉蓉按照烈士的荣誉标准向上面申报了。之前他不是把林蓉蓉当共产党抓起来过吗？现在怎么会申报是烈士呢？难道之前不是他抓的林蓉蓉？是的，因为当时我也在场。你也在场？那你确定林蓉蓉是共产党吗？是的，抓他的时候他正在给延安的电台发电报，但是陆所长已经提前破坏了发报机，信号发不出去，他的身份暴露了，被抓了起来。真是可笑，之前说的是共产党，现在又说的是军统的烈士，真是不要脸。家伙，林蓉蓉之前是杜先生的机要秘书，如果暴露出他的身份是共产党，那杜先生肯定受到牵连。现在林蓉蓉死了，有件事情我要跟你说一下。我想先问你一件事情。什么？你准备怎么处理林蓉蓉的后事？军统方面已经按照烈士的标准把她安葬在陵园了，这点你就放心吧。我能去祭奠她吗？现在暂时还不行。你要知道上次向警杀入黑市对上头触动很大，所以你现在的一举一动我们都要向上峰汇报。那就是说我什么都做不了了。有时候纪念一个人可以在心里的。你找我来什么事儿？我想委派你一个新的任务。不会是日本方面又有什么新的动向了吧？这回不是日本人。那是谁的电台？共产党。为什么？八路军跟新四军都属于国民革命军，
对蜀军电台的监控，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因为在军事上更便于调动与调配。我们的电台与电话也一直受到监控了。好，这难度不大。对，难度应该不大。行。破译延安电台的工作，是是是是，您想得很周全，没有什么抵触情绪，我也很意外，他会这么痛快地接受这个任务。好，一有什么情况，马上向您汇报。再见。你把资料全都交给陈家湖了吧？没有啊。他没找你去吗？我刚在过道里碰到他，跟他打招呼，他没理我。他现在人在哪儿呢？往监听室去了。所长。报告机坏了，我给修好了。你知道你都干了什么吗？我干了我该干的事情。陆所长，在这个时候，你们不信任共产党，监听他们的电台是非常卑鄙的。我看你他妈是彻底疯了。我没有疯。这件事情，是我在黑市做的最后一件事情了。这个事做完了，也是我该走的时候了。休想！除非你打死我。你们俩看住他，寸步不离。是是。是。是。我一定彻查。陈家湖给延安发电报，有这事儿吗？今天我来就是想向您汇报这件事的。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向我汇报？现在上峰已经严令彻查，我们这很被动。对不起，杜先生，
一切后果由我个人承担。你个人承担？你承担得了吗？这是掉脑袋的事儿。好在这几天前线战况不错，委员长的心情还算好，否则写俩字同意，你我就去吃枪子儿，连戴老板要受牵连的。好在这件事儿全叫戴老板给摁住了，要不然中统那边知道了，委员长也保不了你我。上峰指示，最好的补救办法就是让陈家湖立刻破译延安密电。可是陈家湖已经通知共党方面，我们正在监控延安电台。这不算问题，机械密码都不在话下，更何况延安那种破电台。我最担心的就是他不会同意。那是你的问题，你自己解决。是，我先回去了。我刚从杜先生那儿回来，你给延安发报的这件事情，无疑是在我和杜先生的脖子上架上了一把钢刀。你想离开黑市的事情，我没敢向上面汇报。如果上面知道了，你我杜先生都是一死。我去意已定，我不会跟你吵，也不闹，更不绝食。我离开黑市的想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我必须离开。我也实话告诉你，我和杜先生是根本不能让你离开黑市的。你一定要破译共党密码，否则就是死也要死在这个黑市。那就让我死在黑市里吧。破译共产党的密码绝不可能。陈家湖已经明确地表示拒绝破译，所以这份重担又落在了你们两人的肩上。尽快拿出成果来，时间不等人。是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哪有那么多凭什么？好了好了，抓紧时间工作吧啊！你也看到了，该陈家湖干的不干，扔给我们。到时候不成功的话，是找陈家湖负责，还是我们负责？成了给谁记功？啊，杀头的是我，享福的是别人。这事儿不能没人管。左立。你不能成为像严少秋那样的人。是他先对我不仁。姜维啊，别忘了你和我是一条绳上的蚂蚱。我不怕，我不在乎，只要能为陆所长，只要能为黑市做事，这一切我都不在乎。对不起，我在乎。左立。左立去告密了。陆所长的无动于衷让蒋薇急得想哭。以往面对陈家湖的情绪和抵触，甚至日本人的险情，陆所长都有化解的办法和把握。但是这次面对陈家湖的不急不闹，他心里有不好的预感。报告。进来。杜先生到了。哦，他直接去找陈家湖了。对不起，请留步。
陈先生，咱们都是自己人，有什么话我就直说了。如果你有什么觉得不对的地方，咱们可以商量。如果杜先生说的商量是真的可以商量的话，那没问题。前不久你给延安方面发电报的事情，给我和陆所长制造了不小的麻烦。咱们先不说这个。不，既然您提出来了，我也想说一说。说。杜先生，有一件事情我一直不明白，既然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，为什么让我们去监听和破译延安的电台呢？八路军、新四军是国民政府的队伍，军队接受政府的监控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我倒是想问问他们，如果不是怀着什么阴谋的话，为什么要启用加密电台呢？那您的意思是，他们应该用明码，让国民政府知道他们的一切行踪？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那日本人不会知道吗？保密又从何谈起呢？这涉及到陈先生专业上的问题了，那我就没有发言权了。不过我认为，军队对外保密，这是对的。可是对政府保密就不对了，所以请陈先生务必完成这项任务，这样对上对下都有个交代。对不起，这个任务我真的完成不了。是破译的难度太大，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呢？我不能在民族团结抗日的时候，为了你们一党的私利害自己人。陈先生，严重了，再想一想。对了，我还有一件事情。说吧。我想离开这里。既然我的工作给你们带来了很多没有必要的麻烦，那就不如干脆让我走吧。陈先生想去什么地方呢？这个还没想好。陈家湖要走，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了？是。好。他给延安发电报，你瞒着我。他要走，你还瞒着我。你想干什么呀？你什么时候知道他要走的？他给延安发完电报以后，就向我提出来了。他要走，我成全他。您什么意思？让他走。您不是开玩笑呢吗？我什么时候跟你开过玩笑啊？有用则留，想走必死。杜先生，陈家湖可是个难得的人才啊。为我所用者可称其为人才，为他人所用就是我的敌人。他从这儿走了，
就只有两条路，落到日本人手里必死无疑，要落到共党的手里，就是你我吃不了兜着走了。杜先生，要不然咱们干脆把他关押起来。他心不在这儿，留他何用？这种人留在这儿就是一颗炸弹。你下不了手是不是啊？我安排人。不，这件事我来安排。好，要快。是。家户，我已经跟陆从军和姓杜的坦白了，我要离开这里。这么说，他们是因为你要走才把你关起来的？不光是这个，我替林蓉蓉完成了他们要完成的任务，我给延安发电报了，我告诉他们黑市在监听和破译他们的电台，让他们多加注意。你说什么？你疯了？你这么干太危险了。我不在乎这些，两个共产党员都为我牺牲了，我能够为他们做点事情，我觉得我很骄傲。家伙，家伙，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。那能有多复杂呢？陆所长和杜先生是不会让你离开这里的。我不管这些，我必须离开。那个敲钟的曾经告诉过我，如果我想离开，就会有朋友帮助我，包括林蓉蓉。他在临终的时候告诉我，让我去延安。我相信他们的话，同时我也坚信，只要我想离开，我就一定能够离开。李正看着陈家湖，他知道时候终于到了。报告。进来。啊，李正，什么事？所长，我来是想问一下，之前申请的守卫补充人员什么时候能到？上次一战死了不少兄弟，如果再有情况发生，人手不够太危险了。嗯，我知道了。所长，您没事吧？嗯，我有什么事儿？我看您气色不太好。啊，是吗？我没事，没事。哎，李正，喝一口。我不会。不会是吧？嗯。不会好。哎，陈家湖现在的状态如何呀？不是太好。嗯。啊，是这样。关于补充人手的事情，你不要太着急。向井这帮鬼子已经被我们杀干净了，我想近期黑市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危险。我看以后也不会有什么危险了。报告。进来。所长，你明天出去跟几个人？不用跟人，我一个人去就好了。是。所长，您明天要出去啊？啊，带陈家湖去看一看林蓉蓉的墓。你们两个出去是不是有点危险？要不然我跟着。不用，我一个人能把事情办好。啊，你先下去休息吧。好。
从俊有点靠不住了。先生，我觉得陆从俊他没有那么大的胆子敢放走陈家虎吧。喂，这里督办。什么？好了，知道了。什么事儿？陆从俊在司机班要了辆车，说明天早上一早出去。难道真被你说中了？他要放走陈家湖。干掉陈家湖这件事，陆从俊真靠不住。那怎么办？连陆从俊一起干掉。小虎，明天我带你去林蓉蓉的墓地看看吧。这个时候带我离开黑市，这个主你能做吗？